忙碌的人们为了生活而忙碌着。他们搞不清今天是周一还是周二。出差，他们工作，他们加班。为的是什么？为了别人眼里的成功？为了 ATM 提款机里存款的数额？还是房子的银行贷款？他们也不知道答案，他们只知道别人也在忙着。也许生活需要这样进行下去。我的朋友托尼，他在三国人的酒吧工作。他常和我说，我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，有的来看球赛，有的来泡妞，还是来找我聊天的。我从这人身上看到了生活闪光点，原来生活还是蛮有意思的。虽然大家都在忙碌，我作为一个 bartender 赚的不多，但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我很欣赏他的观点，因为他需要很大的勇气。Someday I'd relax a little.